当我看到你的眼睛，我的心都没有办法停止悸动。结个婚怎么这么累呢？你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。我要当爸爸了。你以为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吗？我有一点害怕，我在害怕什么？这是我要的生活吗？时间都遗忘我，为何我要记得我自己？工作，哎，好，
小时候总认为当军人是一件光荣的事，保家卫国，抛头颅洒热血。结果我抽中了传说中的金马奖。学长，学长，渐渐的，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。师父，接下来呢？我现在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故事，我要说一个动人并具有启发性的好故事。我们都知道，大家都想听一个好故事。哲学家，所以你可以告诉我很多事情的答案哦。你要告诉我什么是感觉，要怎么创造感觉啊？要怎么保留感觉？要怎么分享感觉？感觉为什么会说走就走？你可以告诉我这些事情的答案吗？人的完美是因为有不完美的地方才显得可贵，而这完美，你必须要先承认你自己的不完美啊。死了，睡着了，什么都完了。要是在这种睡眠之中，我们心里头的窗户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接受的打击，重点只在你要不要承认你，承认自己。对，我做不到。对，我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能掌握得住嘛。对。在很多地方我是输了。他终于来了！我在前面出他的脚啊！什么？头上有脚哦？而且还出个虾子？什么？虾子？头上长脚，还一边吃虾？什么的？哎呦！喂，鬼魂七人是真的吗？你不要这样铁舌头了。天哪，汤啊，就是你要吃我了吗？开什么玩笑？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就不客气的说了，你真的是鬼耶！就是因为老干这种事情，大家才会叫你吃鬼，不是因为鬼吃人，而是吃了人才会变成鬼。谁来救救我的孩子啊！我觉得，哎呀，什么事呀，阿渊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喂，叫你妹妹来，让她带你秀松被吃。我觉得赤鬼不会吃婴儿。什么？赤鬼不会吃人，赤鬼吃花，我亲眼看见他吃花，就是因为听说过他吃人，所以才叫他鬼的嘛。
那如果鬼吃花的话，他是个花痴吗？女人，我问你最后一次，在你眼中，那个驱鬼是什么？他是人。今天晚上，把他们带到海边洞窟里，轮流彻夜监视。哎，没办法了，阿渊，把你准备的食物拿来。我们正要走进一个全新的文明。爱情，先打开啦！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这样随便闯入别人家里面是违法的行为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你当然不知道。钱。钱钱，什么都要钱。新的生命，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这样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关于演员的故事。
看不清楚。不过我确定它是白色的。那个女人，她就在那里。在哪里？她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一般。她在这里。现在，我要开始我的探险了。你会想念我吗？